猫宣布景甜就是这个世界上最好的小女孩。别有点紧张，没事，都来了，都熟人，都熟人。人家富贵花也是笨蛋美女呀、啊！小妹子，甜甜是爱人还是艺人啊？我跟你说个实话，我到今天为止我没有测过，就是我一道题没有测过。是艺人测过吗？但是吧，你说这个测这个问题，就有的时候你是不是也会觉得心情会变化？会，对不对？但是按照我平时自己的状态来讲，我觉得我是艺人。我自己定义这个艺人和爱人，就是艺人愿不愿意说话、社交。我大部分时候都是爱说话、爱表达的。我要不是艺人，我咋自己先？好紧张啊！明年是我本命年，最近陆续就在采购各种红色的衣服。我前两天买了个过年穿的红棉袄，赶紧给我妈也订了一件。我妈也说，明年你娘俩都是第一名。自己的小巧思，别提了，我被团队已经架空了，说啥都不听了。我要不听他们的，他们就薅我头发，不让我吃晚饭，不然我的后背有肉。今天爆料何老师和钟楚曦居然是爱人，楚曦就跟我讲，他说他是爱人，因为我印象中他也是很活泼的嘛。我说啊，你是爱人吗？他说对呀、啊。何老师也是爱人，所以可能有的时候这个艺人爱人跟平时大家看到的一些表现是不一样的。